这几个月真的是坏了超多东西。那这几个月真的是坏了嗨哦！这几个月真的用坏了超多东西。第一个就是电脑的 CPU 给我烧毁了，就坏掉了。然后我就买了散热啊，然后又跟 CPU 也换掉了。那接着我的相机也坏了，那相机就少了一台。那接着我的 GoPro 也坏掉了，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坏掉。那就是那些影片我都会放下方链接，有兴趣就看一下。反正就还蛮衰的，什么东西都坏掉是怎样？